材料清单：五花肉、花椒、白胡椒、盐、糖、料酒、鸡蛋。素肉对肉要求不大，基本只要有肥有瘦就好。我用了五花肉，去皮，切成约半厘米厚的片，一小把花椒炒香，冷却后发脆，用擀面杖压成粗粒就好了。肉片放在碗里，加入盐、白胡椒、压碎的花椒、一大勺料酒、少量的糖，翻匀静置20到30分钟。盐稍多一点，要考虑到之后全蛋糊的盐量。腌制完毕后，加入鸡蛋。炸酥肉所用的是全蛋糊，蛋稍多没有关系的。然后是淀粉，调成合适的糊状，油烧到60%，一块一块投入锅里炸透，炸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捞出，放在厨房纸巾上浸油，油温拉高到7-8成热，丢下去复炸。这个步骤很容易焦糊，分次炸方便捞出比较好。完成，现吃的话复炸后口感发脆不腻，也可以收起来丢在汤里或者火锅里。